主料南瓜250克，辅料油盐酱油胡椒粉辣椒两个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南瓜切成了1厘米厚的三角块状，洗净备用。热锅里加入适量的油烧开，倒入切好的辣椒翻炒，倒入南瓜继续翻炒，加入适量的胡椒粉，加入适量的水，中火慢煮10分钟。待到水煮干之后，滴入几滴酱油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南瓜一定要煮，煮得越烂越好吃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